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你讲的这个题目呢，最近一两个礼拜以来呢，中国印度之间的关系，中印对峙，是一个我相信你非常关心的问题。在今天节目中我为您请到的是头一次在节目中和我们见面，但是我相信你可能不会陌生的一位人物，他叫汪涛，汪先生。汪先生呢，在节目之前他给我寄来了一些资料，他的自我介绍呢，说他和印度有多阶层的、有广泛的、深入的交流，这是在工作上。那么另外呢，他也专门对印度的历史文化、商业习惯等呢有系统、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多次被中印商会、中国和印度的商会以及北京市等智库机构还有军方邀请就贸易和中印关系呢曾经发表很多次的演讲。现在我们就把汪先生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汪先生，说声谢谢，说声欢迎。谢谢史东先生，您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荣幸。有关于这个中印对峙的事情，我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您来跟我们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这个国家，但是大家也都抓不住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的老百姓他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以及他做事的习惯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所以读不懂。所以今天呢，要请你来帮忙为我们读读印度这个国家。谈到这儿啊，王先生，你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于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摩擦，事实上是一个很正常的，就是在过去印度和周边的，包括像跟巴基斯坦呢，包括在中印边界。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呢，事实上是很平常的。只不过呢，这一次它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引起了大家比较高度的关注。那么在如何去理解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人和人之间，他在性格和很多的这个思维方式上都是有差异的。那么甚至于包括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广东人、四川人、这个陕西人，他们相互之间呢都有不同，只不过呢是这个不同的差异的大小和距离的这个程度的区别而已。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差异呢，应该说是世界上这个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呢，应该是最极端啊、最典型的。更奇特的是呢。这个中国和印度之间呢，这种既存在着非常极端的巨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有可能又有一些表现上说，中国和印度之间又是非常相似的，相似程度又是很高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距离又挨在一起，那么都是文明古国啊，都有这个5000年的这个历史啊，是给人们一种这样的概念，而且两个国家几乎都是同时建国。前后脚没有几年，那么这个过去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这个欺负和侵略，所以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是让人非常奇特，觉得两个国家是非常距离近，非常相似，但是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各个很多的方面，他们的差异不仅仅是差异很大，而且有很多方面是正好相反。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很多方面容易产生误解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比如说像印度，它的我在有一篇文章中专门谈到这一点，就是印度和中国有很多非常正好是相反的这些方面啊、比如说很简单来说，这个婚姻啊，这个印度是女方家要给男方家彩礼，中国呢是男方家要给女方家这个。彩礼啊，印度是应该是女方给男方家嫁妆，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绝大多数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印度在历史上呢，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分裂的，所以这个体现在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语言上，中国呢是汉语啊、主要是这样统一，那么印度在历史上，因为它大多数情况是分裂，所以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语言，有1962种语言，那么是英国对它殖民以后呢，才给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英语的语言，那么在这个印度，所以历史上呢，它绝大多数情况一直受国外的殖民
就是说历史上只有一个王朝，就是孔雀王朝阿育王建立的，这是他印度人自己建立的王朝，那么其他时期呢都是受外来的这个民族的殖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历史上有很多方面都是正好相反啊，所以这个而且都是相反到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使得他们也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在处事上面的一些文化，所以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两个国家之间呢会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的误解。那么印度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建国以后啊，通过这种这个清剿土匪啊，通过其他的这个镇压的这些这个这个暴乱的这些，基本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和平啊，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出现了一些这个动乱。那么中国人是很忍受不了存在这样有动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印度事实上在虽然是独立了，但它独立以后，在绝大多数的时期呢，尤其在北方和其他，一直到现在还存在游击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点是中国人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战争状态呢，在中国人看来又是觉得有一个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今天突然哪里发生一起爆炸，明天哪里过段有这个对一些车辆啊做一次袭击，搞一次恐怖活动，甚至于在孟买和德里这样的大城市也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很严重的恐怖袭击。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印度，那么在孟买发生过一次这个通勤车，7辆通勤车同时发生爆炸，那么死亡了有200多人。那么类似这样的恐怖袭击，尤其在北方邦的有一些可能根本在国际上外界都不会去关注的，因为我在文章里面也写过，有一次我在这个到阿萨姆邦瓜哈提的这个城市，那么我去以后当一到酒店里面，当地的报纸那么有就版面头版就有一个这个报道的是有一辆卡车受到袭击，那么十几个人死亡。那么在后面几版里面又发现有一个地方呢是一个酒吧里面的遭到袭击。那么这样类似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印度非常的普遍啊，几乎就一直持续不断。在印度独立以后，在北方这个其他这些还存在着这个独立运动的游击队的这些地区呢，这样的零零碎碎的这些恐怖袭击里面有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这个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呢在怎么来理解印度呢，就是说我提出了一个标准叫不可思议标准，就是如果你对印度的有很多的事实的描述不会让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印度。那么这是你这是我的一个虽然不是一个很学术的很正式的标准，但是它可以使我们对印度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触摸啊，有这么一个感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中印的冲突呢，我们应该从里面注意有两个中印之间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呢，这个是印度可能是在很多地方跟印度人打交道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印度人特别善于砍价，就是他在商业上就是对于低价的追求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可以说是在全球最极端的。当然是喜欢便宜的产品，这是所有人都同样会有的心理。但是我们可能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印度人对于低价追求到什么样的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限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不能展开的去讲，我在很多文章里面详细谈到。他对于这种低价的追求可能在我们看来就已经到了一种完全不讲道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体现在他对于这个跟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那就是能占的便宜就是会无止境的去占。所以呢他在给周边的这些只要有领土接壤的这些地方呢，事实上都存在这个边界冲突，都存在一些边界纠纷。那么反过来中国呢是一个非常希望边界稳定的，所以呢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只要是有机会我们就跟边界勘定这样一个边界。但是呢包括在跟其他国家啊，可以说周边的差不多都已经谈完了，包括是我们在打过仗的像越南呢，那么像在北方的俄罗斯啊，这些可以说中国边界原来边界问题比较严重的，
那些都已经解决了，那么唯一的就是跟印度这个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就谈不下来。那么即使是在跟不丹呢，像其他这些国家存在这个边界问题呢，主要也是因为印度在里面从中作梗。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和印度的这个边界问题，这也就为什么它是具有这种长期性。这是与印度人的这种文化是有非常深刻的关系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和印度这个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是，印度在历史上，我们有一些人呢可能认为印度是一个非常和平的这个国家，它在历史上的战争很少。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这也是说印度这个民族本身它是一个战争能力非常弱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只要是有外敌入侵，几乎都会打败他，都会去殖民他的一个原因所在。但是中国呢，是一个我们也可以说叫尚武啊，也可以说他是战争非常多，所以善战的一个民族啊。那么中国的出的《孙子兵法》，那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直到延续到今天是武术，这都是战争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印记。但是印度给我们的一个感觉，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印象是瑜伽，就是坐在那儿不动，那么就是说静坐，是这给我们的一个是这么一个感觉。这两个会体现到这个中印之间的这种边界的冲突上面，我们才会去理解很多非常离奇的，我们在其他情况下很难想象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中印之间的边界的所有的边界的这种冲突了。往往在中国在军事上都会获得非常大的这个胜利，这可以说呢，印度的军事能力相对它在历史上，只有在对付这个历史上一些很弱小的国家，它才会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比如说对不丹，那么比如说在它在独立以后，果阿是一个很小的这个西部的，在孟买南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当时是葡萄牙去殖民的。那么他通过军事手段去包围啊，去把那个葡萄牙的殖民者去赶走。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小，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去占领一个很小的地方，像这样的时候呢，才会获得一些军事的胜利。但是像和巴基斯坦打了这么多年，那事实上就是巴基斯坦应该说从国力来讲是远远不如印度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印度能占到便宜呢也很少。那么跟中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可以说它很少有成功的，而且是中国都会以很大比例的这个胜利啊，这个战胜这个印度的军队。那么还有在中印的边界上面呢，会出现几次争执。那么在拉达克，就是这一次发生冲突的地区呢，在过去就出现过一次，就是帐篷对峙。那么在三年前的洞朗地区呢，中印之间也类似于静坐的这种方式对峙了那么很长时间啊，一个多月。我们可能就会非常奇怪，印度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一个静坐对峙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与印度的文化有这个很深的这种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跟在这个对印中国人可能直到现在也无法理解，就是说印度建国，他就是以这样的一种静坐，就是圣雄甘地以不合作不抵抗啊，这种这个非暴力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圣雄甘地历史上就进行了十几次的这样的一个静坐绝食，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获得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但是中国的这个建国它是一路打过来的，就是一路都是靠战争方式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这个它的特点都是非常非常的鲜明。那么从我们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讲，那么印度如果要跟中国以军事方式这样的在边界发生冲突呢，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印度确实就是一个它无止境的会去寻求这样的，只要是能占的便宜，就会无止境的去寻求去占。所以这个呢也会有一点让中国很烦，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是很希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并不希望跟印度之间去发生这样的一个争执。但是这个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我们在跟很多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啊，你只要是以理性的方式，就是说你会知道它的原因所在，你也会知道它的目标，会
知道他的动机，会知道他干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无论解决得了解决不了，那么你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中国人可能就无法理解印度为什么要这样去干。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干的时候，可以说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方式去处理。如果要打仗嘛，中国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打败。但是打败以后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中国就发现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很难解决。这才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个方面所在。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对峙，可能我们也很难理解两国军方的高层领导人正在那里进行这个谈判。那么你要进行这种谈判的话，至少是在这个期间你要创造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嘛。那么为什么在谈判期间他要派100多人，而且不拿武器跑到进入中方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要把中方的这个帐篷给拆掉？这个我们是很难理解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可能我们很多人呢也想不清楚。而且就是说唯一我找到的一个介绍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印度方面，那么他的军官为什么要去这个安排要去这个说服这样的100多人不拿武器进入中方的领土？那个军官给他说的是，你中方的这个我们把他给赶走，那么可以获得食物，就是中方这个地方有吃的。这个我们也很难想象，就是两国之间这么重大的这样一个边界的冲突，而且两国之间的这个军方的领导人正在那里去进行谈判。那么你派这样一支军队过去，简直就像是要闹一场笑话一样的。那么这事实上是印度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他认为这样我过去派人这样过去是给中方施加一个压力，那么就是说这个谈判上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筹码。这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别的其他人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是说我们可能会中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边界的这种纷争可能会很难去解决。这个也是我在3年前写的文章里面我也就谈到，以我对印度人的了解，这个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那么很难说用一种你去想到一种什么方法能把它解决掉。那么2003年的时候，中印双方事实上是达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默契。这个默契什么呢？就是双方我们就维持现状，大家不要去发生争执啊，能这样做，即使我们这个边界谈不下来，那我们暂时就不谈，那么就去协商嘛。那么在这个能维持现状就可以了。但是呢，尽管是这样，但事实上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方面就很容易就突破这样的双方达成的协议，就是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边界的纷争。所以这个呢，将会是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印度方面呢，也在它的边境地区修公路，修这个战备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显然中方也会在自己的领土上面也要修建自己的战备的这个设施，包括交通的设施。那么这些呢也会引起双方的一些紧张。那么印度呢也会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会时不时的就会越界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这个显然中方是不会答应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就会造成双方这样的一个边界的摩擦，这会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存在，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一面在听你叙述这些事情的王先生，一面我在想我自己个人和印度人之间打交道的经验。你叙述的情况完全符合我的经验。OK， 那么可能呢，你可能见到的这个印度人呢是比较多，比如说美国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印度人的。那么在美国的很多印度人呢，因为他受过，一般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这个他可能接受了很多的这个更多的其他的，这尤其是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文化呀、法律啊各个方面，他必须要遵守这样的一些才能进入美国的这个社会。所以在美国的印度人相对来说呢，还理性一些，就是说，这些印度人呢，应该说是印度的精英的这样的一些人。但即使是这样，那么这个毕竟他的文化的基因是这个印记是很深的，比在美国的印度人和其他的表现就更为极端。那么
这个情况，因为我在印度常住了3年，那么和印度的很多的这个生意人啊，和政府的机构的很多的，包括普通的这些工程师啊，或者普通的员工，甚至一些印度的司机，那么算是在印度比较底层的那些，包括他的厨师啊这些，我们都有过很多的交道。所以呢，这个对印度各个阶层的这个人呢，都能理解他们是什么样。那么比如说像在印度的司机啊、厨师啊这些人，应该是种姓，他相当于说这个地位很低的。但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平等的，那么我在那里就是说，对他们应该还是都比较尊重的。那么比如说给我开车的司机，那么经常是我自己，我到地方以后我就下来了，但是这个让那个司机感到很难受，因为他一定要亲自过来给我开门，这样他心里才舒服。但是我经常就很随意，我并不 care 这些。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中国的话，你要开车的司机，我们有些时候出去出差啊，吃饭我们就在一个饭桌上就很随意的就这样。但是在印度的有很多普通的，因为那些工程师啊或者这些，他们的地位相对比较高的。如果是要把印度的司机叫到比如说出差了，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这些印度的这些同事他们是忍受不了的，就是不能跟这些低种姓的人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但是事实上这个种姓制度呢，从法律上来说，印度建国以后就从法律上废除了这个种姓这个制度的，就是说法律上来说是不认可这个种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毕竟这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延续，所以很难改变啊。这个就是在印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在听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英国在多长时间之内殖民印度，统治的印度？应该有，这是印度东印度公司，应该这是有这个应该有100多年，100多年，就是说数啊、对对对，是很时间是非常长的。我有个问题，你晓不晓得在这100多年之间，英国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印度的这些老百姓？因为我想他们一定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我只是好奇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印度东印度公司当时过去呢，应该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因为他呢是作为一个殖民者是去统治这个印度的。那么所以呢，他不是说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人和人之间啊、印度人和其他人，或者说是一个印度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过去以后也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是当时是东印度公司，虽然是一个公司，但事实上它有自己的军队，它相当于说是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一个国家主体去统治整个印度。那么它也是利用了这个印度人啊，这个是要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叫跨文化的管理，就是你要按照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就本地化国际化，同时也是本地化，要按照这个本地的这样一个习俗和习惯，利用这样的一个习俗和习惯来进行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东印度公司在当地呢，它是在就总部在加尔各答嘛，那么它也是利用印度人来统这个特性来统治这个印度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考虑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所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这个是不一样的。讲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思议四个字，你刚刚用的不可思议的一种思维方式，不可思议的一种价值观念，不可思议的一些处事的方式和处事的原则。然后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我套用一句刚刚你讲的话，就是一个喜欢占小便宜的一群人。然后下一个字，我们老中该怎么办？对，这个我认为呢，处理这个和印度之间的这个关系呢，第一个我们可能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和印度之间的这个边界的纠纷呢，那是一个长期性的，很难去解决。那么这是一个，这我们要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前提下，来建立一个我们跟印度打交道啊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在就是具体的这个方式上面呢，
那么我也有这个几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说，就说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的这种摩擦呢，它不完全是按照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角度，就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国际关系的准则，就是说所有全世界呢，应该说大家都认可的，通过联合国，通过大家的这个国际法，通过大家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去做事情，是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相互可以理解。那么第二个方法呢，那么你只有我们互相去理解特定的这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去，他对方到底他的特性是什么，中国人的这种特点啊，文化特点是什么，通过这样一个相互理解去做事情。但是在这种边界这些冲突的这些方面呢，我们所的理解不是说啊，我理解了这样我就照着你的去做，而是说我们理解了对方以后呢，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理解到中印之间的边界，它不是一个完全按照这样的一个我们一般的我们自己理解的那种理性的，可能有些时候你认为它有什么很长远的战略考虑，但事实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行为的就是一些就是一些占小便宜，就是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很难理解的一些行为，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那么印度人的对于这种低价的这种就是说只要是有便宜就会占到这个底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因为中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希望讲感情，就是说讲究滴水之恩会涌泉以报，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给对方一些礼物，我们就期待对方会还礼啊，我们会帮对方，那么对方就我们就期待的是对方会记住我们的恩情啊，甚至是十年也不会忘。这个跟印度之间呢，也不是说不讲感情，有些时候也是要讲面子，也是要讲这个感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到印度有些时候你给他的，但凡他成为一个生意，成为一个互相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砍价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后，你给对方的任何东西，对方都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都是他砍价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没有底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认为说我们给予对方啊让点步啊，然后对方就会记住这个好。如果你比如说在边界上面，你如果他进来了，你不立即把对方赶走啊，对方就认为这个便宜我已经占了，他就认为我是你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在这个理解上，就是说不要去，我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二点，不要去形成这种对峙静坐。如果他越界，你必须立即把对方赶走。这个千万不要认为他这个便宜是他可以占的。这个会导致很大的误解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也给很多的中国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像那个动党对峙哈，他过来了，我们觉得尽可能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就暂时的忍让，就在这儿讲理啊，不断的就双方就建的帐篷，就在这儿一直就这么对峙着，千万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一次呢，虽然出的事情可能我们感觉比较大，就是说印方有造成了一定的人员的死亡，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常态，就是说对方如果越界进入中国领土，要立即把对方赶走，千万不要让他在这里停留，在这里停留时间长了，他就认为这是应该的了，这个地方我就能占到这个便宜了。这是一个原则，一定要非常坚定的守住，就避免把这个问题长期化，那这个就会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跟印度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一定要把握住这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底线。那么事实上只要这个把握住呢，其实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太，也不用担心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对印度人来说呢，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就觉得一定要忍着让着，怕对方引起什么很大的事情啊，所以就这个结果一让呢，就让成对方认为这个是这个造成这种误解了。只要把握到这些原则，事实上中印之间的边界也不会
产生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也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在你的一篇文章上，你谈到的和印度人做生意啊，千万不能杀价。而且你要让他知道，今天不买，明天的价钱会更高。我觉得这个道理应用在和边界上的这种你来我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一种借鉴嘛，不是吗？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说，千万第一个千万不要杀价，第二个千万不要说我哪个方面给你一个礼物，就能指望对方能还一个礼。这个我们的原则，一旦我们知道自己的底价在哪儿以后，这个是坚决不能触碰的。触碰以后，你一定要用最坚决、最快速的方式，避免掉啊，把对方给撵回去。这一点的原则，无论是在做生意还是在我们边界上面，都必须要非常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分析或者甚至值得分析，你觉得印度人为什么会形成他们今天的这种观念和他们的这种处事的这种习惯？